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上一次我们打扫了这一堆的圣殿集市，来收换一下他们的东西吧。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像在打倒法师的时候一样受到一些特别厉害的武器啊？我下去那条河看看好了，看有什么东西在下面的。这附近好像藏了些什么？没有哎。难道可以从瀑布钻进去什么地方吗？都是墙壁啊，还是说在上面？应该在这吧。有了，去哪？哦，这里。再来，我们回到那个下面断桥那边去看看，那边应该还有任务。去接这个。
原来这才是我们上面哦、喔，难怪我捡信的时候没有看到。You really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the Fade? As much as is possible. The Fade contains a wealth of knowledge for those who know where to look. Sure, but I don't know how you dream, let alone wander around in there. Especially when the shit that comes out of the Fade generally seems pretty cranky. So are humans.But we continue to interact with them when we must. 矮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信，不论那个地区有多少恶魔或被盗者，那种事情无关紧要。货物在农场到北方的河川失踪了，沿着河川找货物，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去找你。威胁信哦。他就在下面，让我去穿过去。从地图位置看，应该是在那个佣兵的大宅那边吧。这一仗下来，我的人都快。看一下药水，先捡东西好了。药水还有两瓶，不对，是只剩两瓶，居然喝光光了。难怪船会死，因为他会保留药水。这样的话。继续过去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敌人，我还是折返再来一遍好了。哇，两只！哎呦！这个伤害量应该还没有喝水的话
预先你，千万不要碰到太多敌人。东西要捡干净。前面有一只熊。还是把它打好了。知道的话，基本上伤不太到我的人。后面还有一只，超远距离追杀。那个熊突然觉得，什么？我怎么突然被烧了？开伞的时候还有剩一半的血。这里啊，我们又来到这了，我记得这附近应该有个地方可以上得去。哟，上来了。这里是后面的闪闪哎，不是在房子里哦。台子，那时候我说这个台子看起来就是有用来扑的啊！对，我帮助这一次。等一下，我觉得这样不行。
远程的退后，远程的退后，那他现在应该会针对卡珊德拉，让卡珊德拉放完那个嘲讽。啊，卡珊德拉一过来，那些可恶的家伙离我远一点。哎，不对啊，卡珊德拉，你跑过来干嘛？他趴下了。出现了在一直吓我一跳，不过他好像没有之前打猎猴的底气这么强。死了！哦，害我那么紧张，就还好嘛。经验值倒是蛮多的，还有声音哦。我之前就说这个台词。好像是用来解任务的，说还真的。看一下刚刚那个任务怎么说，为什么这样就结束了？感觉应该还有后续啊，因为他不是要归还东西吗？这个不晓得，他就说盗被盗贼偷走，然后有威胁的信，主人和下的东西归还，然后把宝物拿回西边的要塞。可是我没有拿到宝物啊。然后就让我完成了。啊，还是说这边就是西边的要塞，所以他是要把宝物拿回来。他叫我把宝物拿回来那个桌子上放，好像有可能哦。那走回去太远了。我等一下去天文图，我直接传回去好了。我这个天文图的山要怎么上去是个大问题。我在上一集就是在找这个上去方式，才会找到圣殿骑士那边去的。用比较缓的斜坡，这看起来应该可以。然后跳，哎，我滑下来，我跳。到石头上，好，这样可以上来。神奇啊，这一次的暗龙纪元有好多好多用跳的。哎，这边该不会是路吧？好，它是路，但它是有路的。是这样子吧。让我思考一下。不是，是这个，这个，这个吧。然后。这个，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有三颗，一、二、三。星座天龙座，千代羽称高空之龙的天龙座，从前就被描绘成飞翔的龙，但近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画法是否跟古代大帝国一样的疑问。泰文特所写的龙多是古代神那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是赞美特定的龙，而定了一个代表全部龙的星座？这个疑问因为更古老的图画中天龙座更像是蛇，这点变得更加可疑。也有可能是从海中的生物和历史的文献被删除，谁也不知道的第八只古代神，来自修女奥兰佩塔基优斯著色达斯天文学的考察。飞龙座，没想到他居然还出了两颗星星来骗我，那两颗是不用脸的。哇，去新地方了，这下面部分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哇，直接滑下去了。哎，哦，他直接把我飞到安全地带。那这样不就不能下去了吗？可能要贴着墙下去才不会被判定没有落脚点。哎，换，居然没有神血。啊，我们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区域了，马上就有三只狼招呼我。哇，我们凯恩德拉没拖住扳机啊。可以跳滚，哦，要找上来了，哦，要死掉。You've witnessed past events in the Fade, Solas, or the memories of them. But the Fade distorts reality. Surely it cannot offer a true reflection of what occurred. Are your own memories any different? The truth is never precise,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are. Solas 总是很容易讲一些很有道理的话。不愧是到处旅游的人。
我又死了，搞什么啊？哦，走啦，就是和我。三刀咯，连进来咯。点什么呢？好像很久没有点火。点到哪了？这应该是可以降低冷却时间的。我没有很懂他的说明到底在说什么。他说什么会把周围的魔法燃尽，然后就可以更快的使用魔法，还是怎样的？Set up camp or keep moving. 大家可以休息喽。那黑曜石还是没有找到。我们有个任务，顺手去把它接起来。在空屋发现的信，恩德林，商人们到处说他们会离开这里，直到魔法师和圣殿骑士的冲突结束，但这个消息完全不可信。他们打算在我们逃走后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走，在北方丘陵的洞窟拿我的计划。那个地方到袭击结束应该都是安全的，黑斯勒。北方的洞窟看起来这边还真的被搜刮了。去打猎口看看好了。有药水满满的。好了，不过时间好像差不多了，我看你下一集再打好了。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吧，谢谢大家收看，下次见，拜拜。